台中48岁的白姓男子，他无照而且疑似毒驾，撞死71岁的叶姓老翁。他被移送法办。28号下午，一名张姓男子因为不满白姓驾驶的行为，要替死亡的老翁出气，专程骑脚踏车到白姓男子住家丢鸡蛋抗议。张姓男子被远警压制在地，他情绪激动，奋力抵抗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就是不愿被上铐。来，我先告知你哦，现行犯。24岁的张姓男子被一线刑犯逮捕，当时他身边满是破碎的鸡蛋壳。原来他不满27号时，一名18岁的白姓男子无照驾驶撞死人，还肇事逃逸，因此张姓男子专程从市区的住家骑脚踏车来到太平区，但喜白姓男子家还不断在门外叫嚣，肇事逃逸啊，然后又不是要把人引过去吗？他做的事比较过分，砸鸡蛋算还好吗？回到事发现场，铁卷门上还有干掉遗留的蛋液，整个马路甚至是路边的金炉也都是鸡蛋壳。张姓男子想替死者主持公道，真正丢了一整盒鸡蛋，还有两颗番茄。当时白姓屋主还有两名友人发现，立刻上前制止，还一度拉扯起了冲突。等到远警到场，才平息失控场面。张姓男子于网络资讯获悉，日前于北屯区无照驾驶致行人死亡案之白兰处所，并到场持鸡蛋番茄丢掷。张姓男子被依恐吓及毁损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不过他也不甘心，提告屋主有人伤害罪。有没有跟死者道歉啊？肇事逃逸撞死退休老翁的18岁白姓男子，因为疑似毒驾已经遭到羁押。据了解，过去他就曾经因为杀人未遂被关进少年关护所，如今疑似毒驾肇逃，铸下大错。警方强调，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静待调查，呼吁民众理性以待。记者高丽詹志台中报道。